今天我们跟着我们这位大哥啊，刘大哥，山西来的啊，这是我的一个铁粉，到他们家参观参观。大哥，你这房子多大面积啊？94好像是。啊，94好像是。就是差不多。啊，94啊。少爷那边来啊。啊，哦呦，哎，挺宽敞的呢。这是一个北面的一个客厅是吧？对。哎呦，这个字儿还。写的不错呀、啊，这是什么人写的呀、啊？这是山西书法主席赵王进。哦，书法主席送给你的。对。哦，看到你面子挺大呀。哦，这叫水为善。叫什么？下方成海，山不惊，高自极天。哦，还挺有意境的啊、哦。这我们一块过来看看啊。你这房子是三居室。对，三居室啊，对，这是您的这个第一个家进门，第一个卧室是你是作为一个小卧室了。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睡这个单人床睡习惯了。哦，单人床有个单人床，挺好的。哦，这个不、啊、这不小不小嘞。还有阳台，你看这阳台。我看阳台啊，阳台在这个屋子啊。哦，阳台蛮宽的嘞。对，放个椅子，放个凳子，想怎么躺。根据自己的舒服度吧，是吧？哦，你平常就是躺着地方，看看书还是听听音乐，还是看手机？看手机，看手机啊！是解闷吧？哦，看看这边，我看这窗子能打开吧？对。哦，对面是咱们这个阳光，阳光海岸小区，对，这是几个，这几个别墅是吧？这是天海景园的房子，几层？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五层的是吧？这是六层房。六层房加上底下一层是吧？六是楼中楼。楼中楼啊。对。哦，挺好，这个挺宽的这个。哦，你这是哪一年买的？我这套房是2016年买的。2016年买的，就是说您这是您的第二套房是吧？对。哦，2005年买的别的小区了。对，你不是说是粤海家园吗？对，这中间这套房啊，对，中间这个比那边稍微小点是吧？小，稍微小点，也挺不错。大小还行，这个取暖也行，是冬天是送暖气也能好。哦，乱糟糟的。你这房子是带暖气吗？有电取热、对，是开发商给的吗？开发商就有。哦，原来你把每个房间想挑多少温度挑好之后，单独开就行了。这边是你的，这边还是，这是大卧室了啊。一样。这两间是不是差不多一样大是吧？这两个一样，一样大哦。对，那你第一间应该是主卧室啊，带阳台的。对，这还是有取暖的，都一样，每个房间都有电单独。都有取暖的啊，哎，真还不错。对。哎呦，这山东省地图。哎呀，我看你，我刚看了一下，你那个这块墙面上是一个中国地图，一个世界地图。对，这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，在立足山东是吧？这个家太小，这乳山地图和阴山地图的装不下了，装不下了。哎呦，这是卫生间，卫生间真不小，这么长啊！啊，这是你隔的吗？还是买我自己隔的？你自己隔的啊？这是隔得早，现在隔的话更漂亮，是吧？哦，自己隔的。厨房，我看厨房怎么样，大不大？有点小，好像。哦，小不小？也行啊，比我们的厨房大呀。是吧？你是94是吧？94平。94，我们家88，感觉比我们88大多了。是吧？那天海景园这个房子还真不错呢。我们还带个地下室。还带个地下室？免费送。免费送，多大的面积？地下室14。14。对。那你这房子当时多少钱买的？21万。哦，你这是四楼是吧？对，三楼。三楼。哎呦，你真够便宜啊！太便宜了。高铁通知之后，这个价位绝对不行。不行了。不行。哎，我就想问，头几年的时候，这边房价高的时候，也就是2019年的时候，2018年最高的吧？2019年12月27号大降，中央二台来了个什么鬼城，一下跌下去了。在那个之前，这个房子最少在35万以上。对。哦，一下又跌下去了。对。这上来的又下去了。对。来回折腾。来回折腾啊。对。媒体一什么的话在这边转。您觉得这在这边住的怎么样？你在这住，不是上次我采访您的时候，你说在这住了有10多年了是吧？哎呀，我2005年第一套买房住过来之后，每年都来。然后这几年退了休是每年最少
应该是半年以上。半年以上，对。今年因为这个太阳有事，回去了两三趟，就是少一点，觉得挺舒适的这里。对。啊，你要算那什么的话，这个房子的话，好像说是，亏了什么的是吧？我不算那个，所以说我有这个遗传性这个高血压。我来到这儿之后呢。我基本上就血压，不管什么点儿测，我的血压都正常。哦，正常。你吃药吗？不吃了，我来这就不吃。我回去之后就很难说了。医生说，哎呀，我们也不能说吃不吃，他都不好定。就是你在那血压都正常，我这不管什么点儿，我拍完之后都视频给他们。那就是他们这么怪呢。所以我问周边的也说了，就说不是百分之百的，每个人都一样，但是多数人呢，血压高的来的之后都不高了。哦，再加上老年人的这个皮肤瘙痒啊，这皮肤干燥啊，什么脚后跟的，来的时候是这些都不存在的，都不存在啊，是，真是好地方啊，看来可以有它的优点，有优点是吧？是，对，这个不可否认，空气也好，对，是吧？但是你说其他方面有它的缺点是吧？对，好多这个同志就是老人们说，银滩这个挺鬼城啊，方方面面的这个无可否认，可能就是在。买房的时候受到伤害了，有些人呢可能来了之后，说给你忽悠人家是吧？完了忽悠挺价格挺高的，完了一住下结果价格挺低的，完了这样他是心理不平衡了，对，不平衡。就好多人买的时候可能是七八千或者是一万多买的，后来一看二手房怎么就三四千四五千才那么便宜？所以呢，你这呢他就受了伤害了，是说一些什么的话呀，过激的话，还有一些诋毁的话，真的可以理解。那我的话觉得是买的这个房呢，是吧？对你买那么便宜，你肯定做得好。也没不是也没升值，我第一套房吧也就买那价格多少年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是吧？这么多年的让我在这住着，这个享受着这个银滩这个是吧？对。确实我觉得挺知足的。对，您这是想着您是多大年纪来着？我五三岁就买房在这儿。哦，五十三岁才买房，五三年。老人们。今年也快七十了。七十虚岁七十了。对，周岁七十。那身体还这么健壮，你看真不错啊。就是不像七十就是银滩养的。站在这个银滩长寿之乡也可能是吧。那长寿之乡对你可能有点作用是吧。有作用。另外呢来到这里呢就是确实像我当兵一样。毛主席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。是吧。来到这儿之后觉得这些也是我们这是各个省的各个地方的，尤其是山东省的这个业主更多。济南的时候，这都我们融洽的像一家人一样，是啊，让我每天就是很高兴，这很有很大的原因。你这小区我知道，济南人最多，因为当时原始卖房子就卖给济南人和青岛人的，是，正气，我们这个小区绝对正气，正气啊，绝对可好了，真的。我看是，可能是跟你们这些人有关系，你们这些人的素质就好，不是，主要就确实山东人好，山东人好，哪个省他有。别的也不能比，山东人性就是好。山东人夸山东人，但是我也是老家山东的，就不能说我夸我。你祖籍对，您说你是祖籍山东，您是在河北，石家庄是吧？长大，唐山长大，当兵去山西，去山西啊。晚年又回到咱山东啊，对。这就是确实不错，对，是吧？是高铁也快通了，快通了，我就盼着这个呢。过年岁数大了，有高铁是吧？对对对，那就好了。在太原那边住多大房子？160。那么大房子？那不在那边住那160，享受160。在这边住这个90多平米，差那么多平米，但是还是喜欢这里。这个房子大了不好，这个房子也正好，这个面积的比较温馨。对吧？这个确实呢，一回去就后悔就想这儿啊，就说共同心理，不怎么的，就说开车回的时候呢，这个心里呢觉得呀，好像是打工，是到异国他乡打工去了，是这种感觉。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打工一年了，挣的钱回家乡呀，就像到解放区一样，就到延安呀，那种感觉。是真的。来的话，我没说，我开车，我早上开车5点半起床，我4点多的下高速，是吧？可让我回的话，我一天，我现在真的打蔫儿，到底行不行？真的，因为现在回去，他这个下高速，你那个进市里头，你就费时间。你不管几点到，5点到，你得7点8点到家。这个我早上从家遭到一动身，他早晨不堵车。对。
到鹰潭这儿下车，下高速不堵车，这就有优越性，对，这有优越性。所以您的心里也和我们心里一样，我们回去就想着。想早点回来，对，这真是个牵挂。这个，对，这因为它好啊，它吸引人啊，住起来感受好，所以说就迷恋这个地方。是是，老年人退休在这地方住着，确实挺好的。嗯，好，谢谢您了啊，不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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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